阳光、比基尼，这些身材较好的女生全都是长荣的空服员，换下制服改穿泳装，要让大家看看她们健康充满活力的一面。长荣空姐推出阅历，今年迈入了第八年，也找来了肌肉猛男加入拍摄。机师吴明轩大展精壮的肌肉，健美体态让人惊艳。这是阅历第二度加入男生，而这些空姐平常全球飞，不仅时间很难瞧，拍摄的过程也因为天气中断，让今年的阅历差点难产要喊卡。要拍摄又要飞，然后又要销售，所以那时候觉得是很私心的，觉得说压力太大了，觉得说想算了，不要拍了。刚上班回来，然后就直接冲来这边拍照，但是还是可以表现完美的笑容。今年除了泳装，还拍摄了一组健康的运动风格。团队从2011年发起拍摄活动，今年总共捐了563万的义卖款项给公益团体，也让这群空姐们被大赞人美心也美。